球大赛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欢迎罗志祥。白痴啊！好了好了，回来了。好了，哎，这个底带这颗球你打得进吗？可以。爆肝冰果王。首先，我们先派出女生来跟你对打。比几球？好，我们要比几球？我们比三球。哎，球几分？一球呢是十分。嗯。如果十分呢？如果他全部赢了，我们就可以返回来。哦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派女生出来。好的。小小鱼，你先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加油，就战斗位置。罗志祥，你平常都说第一球人家接不住，真的啊？傻傻。算了啦，就是让他接。小小鱼先接了。骗人，我不相信。真的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超难。通常他最会接了啦。因为他叫小猪街，来，哎，现在通常都我在接，你希望我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？干什么干什么？你哪哥啊？啊，你就来，你们看一下对方台。你要我哪一种的？啊，你要打屁股还是打脚？啊？随便，就慢的。哎 ，Go！ 哎呦哎呦，大绝招，大绝招出现了，大绝招！好，刚刚这球不断了哈，输了哈，就一比，他剩下两球机会。那个球烫是不是？没有。我们现在换这边了，来。好的。哇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哎，一比一哦，一比一哦，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哦，下次都吓到我，一比一哦，有，好，二比一，罗志祥你要输了，你这个笨蛋，老师没有music，哒啦哒，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啦哒，老师 music， 老师，音乐。现代舞，旋脚旋脚小摇鼠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奇怪的眼神呢？笨蛋，脚抬不高的，给摇，有点拉到，哟，啊，哦哟，蛮厉害的呢，有了有了，蛮厉害的呢，哟，蛮厉害的呢，有，没有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样就得到三十分，所以他得三十分哦。好，恭喜小小鱼得到三十分。紧接着欢迎我们的叶伟霆同学。哎，不会打，桌球开始，不会打就简单的。胡乱的哈，哎呦，哇塞，哇，一比零，超快。罗志祥，罗志祥，你真的很会吹嘘。我跟你讲，罗吹嘘，行不行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一比一，一比一。我说过，我开球让别人接不到球，有没有？啊，哎呦，二比一，哇塞，虚招，虚招，来，我不会发球哎，加油，还不会这么强，输了，还没啊，二，你没有碰到桌子，还没二比二力啊，二比二力，校队力，好校长，好校。好，好，好，罗志祥胜出。好了，欢迎我们的吴宗明同学，就站的位置。没有，我们这算是车轮战呢，好不好？车轮战，车轮战啊！哎呦，有点紧张的哈。不会啊，一比零。哎呦，一比零，吴宗明加油！还有球吗？有，这边好多。好，二比一，下发自己这边哦，二比一了哦，卢翔。来，二比二，还有机会。啊，输了，输了，恭喜罗志祥再度获胜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直打到手。我本来想讲安俊成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大魔王最后一个关卡安俊成。哇塞，出场就顺利，出场越非常的了不起。罗志祥到底能不能胜出我们的大魔王呢？不是，我真的哦，哎，我真的是校队，我真的是，大家都相信嘛，我真的是，大家都相信啊，我这边有很多蛇蛋哎。够了，你有球吗？没有啊，哦，没有球，这要认真哦，拜托你认真好不好？最后一局了，不要开玩笑，不然以后会被人家笑。啊！一比零哦，一比零，张志灿，
么看什么？认真了，认真了。你要把小兵都拿出来了，开始线露出来了。没关系啊，加油加油。乒乓球没讲，被跌倒了，三层肉啊！所以我现在多少？2-1，你快输了。一，你快输了。我超紧张，我现在脚软呢。啊！差一点呐，差一点呐，紧张的时刻。2-2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你有修过吗？有啊，可是他真的眼神还蛮……加油，你不要被他那个啊，不要被他被吓到。你以为你在拍篮球火啊？自己过黄立行，罗志祥，罗志祥，八九，来来来来，啊！恭喜大魔王安全上火场。不是，我以为他没有过。来来，罗仔来，不是，我以为他最厉害就在于那里，对，是那个很多啊，后你啊，我以为你没有过，所以我才会让开啊。说一下，说一下，为什么？这刚刚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个战况如何？我以为他就是没有过。我讲这种东西没有以为的，没有以为的，过了就过了，过了就过。那所以你觉得头过身就过，逃鬼心的鬼，三才了，不是这样的嘛？分红海啊，开心。真的嘛？好了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观察呢？罗志祥呢？我要跟大家保证，罗志祥的确曾经是校队的，但是呢，太久没有练习。可是我没有，好像没有遇过这样的校队。没有遇过这样的校队呢？不是，不要再讲了，我这个台子跟人家借的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总成绩啊。总成绩公布：吴中明30分，叶伟霆40分，小小鱼80分，安钧璨90分。所以今天百分百娱乐王优胜者就是安钧璨，恭喜我们的安钧璨90分获胜啊！那还是我们的安钧璨获胜啦！鱿鱼，你最近有在吃鱿鱼？吃鱿鱼，吃鱿鱼。没有，因为我最近就是我最近没有什么那个比较新的作品，所以我把那个总共有几秒？30秒，那可不可以各15秒，好不好？让他们各十五秒。哇塞，前辈，前辈。从这边开始了啊！不是吧，我不用啊。小小鱼开始好了，小小鱼来。好的，就是我这次专辑是 CD 加 DVD， 然后 DVD 的内容。10秒，来，叶伟霆，15秒，15秒对，还差5秒。再播。内容就是用水中芭蕾，还有一些减重、一些酷瘦的东西，然后加入动漫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好，我们在4月25号已经发行一个全新的合集，叫做《K 歌情人派对》，里面有两首新歌，一首是曹格加魏雪曼的《你我》，另外一首是吴宗铭加叶伟霆的《花和你我》。两首新歌总共32首歌曲，全部都是在影队上经典的5-6年级新歌。那今天一定要来，所以一首就是谢谢。